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喂。是谁的有独自通讯名单，我的联系方式并不难，你在咖啡厅有工作，千里的期待你的穿着，特地装作偶然路过了，你看到你的不知所措，每天收到匿名电话，每天去你的博客检查，偷偷拍下你的照片，今天你居然同我说了话，等到你离开咖啡店，悄悄地收下你的习惯，不知道这行为是好染了别人的看法与我无关，手指好看的不像话，粗粗的不懂讨我喜欢，像是空的野马，所以你的心思在满也会发，刚才的是谁啊，那家伙是谁啊，距离化学变化，一路不散，一定有比酒长，这种想法未免太复杂，可是平时最擅长的笑容都变得低沉稀稀落落，周围一切忽然不觉，这样迟钝的一千个傻瓜，墨迹口罩躲在角落，好事情是度你不认吗，如此打扮更加明显，这个差距不大的话是我傻，你对我讨一场浮夸，你就是写字品味很差，可以我赞浮夸，嫉妒的目光在心里挣扎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去不能轻易获得原谅吧，努力控制之下恶毒的心愿，产生去你化学变化，因祸不散，你一笔皆成，这种想法果然太奇葩，可是平时最喜爱的笑容都变得碍眼了，